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些人不是挂号，你别挂号才没有挂哦，号。对啊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哦，我大概懂哦，哎，我挖到我洞懂了。了，而且是悬崖。好好好，转这给你。哎哎，那种的其实我还真没有什么碰到过哎，真的假的？就是对，就是平常就是可能聊，哎呦，有怪物哎呦，聊，我在传讯息的那人里个面悬崖真的有点恐这样。怖。哎，我就是我啦，我碰到有在传讯息的是没有这样子的，对啊，这样子有时候就在想说，那这样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好 我神看秘啊！到了啊，对啊。我可以拿一个铁做盾吗？可以啊，啊，吃过寮饭了吗？什么？今不是天九不用点啊，哦，今天今不天用不用哦，吃寮饭今天不用，今天星期二。哦，对 迷之音的吐槽哦 李仁格吗？就有点像自己吐槽自己的那种概念嘛。So ga，塑胶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这边是有洞悬崖，悬崖。嗨，苦力怕，怕。你好。苦笑的表情符号，苦笑表情符号怎么打？苦笑的表情符号。对啊，我想不到苦笑表情符号怎么打。这上来。我听你像们吗？在说表情，都觉得身上这样有苦笑吗？好像也没有啊，没有活吗？感觉是抖，感觉是抖抖，这是奸笑吧？我觉得别队一定觉得我莫名其妙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不是哦，很好奇哦。抱歉，今天不行，整装待发。完蛋啦，没有资源啦。当别人都在整理。那个努力挖资源的时候，我们在研究表情符号。谁开的壶啊？拍谁？谁开的？拍谁？真的是哦。等一下吧，啊？他们有人说这个是苦笑，苦笑哪一个？你打出来哪一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？啊？什么？这不是吧？应该是这个吧？不行，他们一定超问号。这不是眨眼吗？这是眨眼笑吧？哦，眨眼，眨眼不是就应该这样就好了吗？那，就有两种啊，这是这是很横向跟直向。那这样子嘞？这样是嘟嘴啊！这一对到底怎么了？我们这一对在干嘛？我后面待会他们突然跑上来说：“你们到底怎么啦？”没有啊，研究表情符号。我知道我们的螺丝密码。螺丝密码哦，我懂了。他说是 FB 表情符号有一个边哭边笑的那个哦，是笑到流眼泪那个。很爱这个，很多人很爱这笑哪一个？笑到流眼泪那个啊。到很后面我才知道小鱼三是爱心哎。哇哦，真的假的？我真的到很后面才知道这件事，欸，而且还有一个，有一个我真的到现在还看不懂的是这个2333是大陆那边的的意思，大陆那边的笑的意思，就是整个看不懂到底怎么来的，就跟 WWW 一样啊，对对对，跟 WWW 那是大陆那边的，是 W 它是哇啦，因为它的那个音是发音是 W 好，我跟你说，那就等于是卡帕的意思。哦，不要，或者是他们的笑声都是是，这样子，我不知道，这不代表本台立场喽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，你太屌了吧你，哇，自己之后好好去跟他们解释哦，没有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是说这是个猜测，你不要这样。不可以这样乱猜哦，那他们表情符号代号啦，代号啦。对啊，哦，我是说跟卡帕很像啊。讲代号我就懂了。哎，代号我也懂了，代号我也懂。大笑的表情包，大笑表情包，那就是那23333啦。哦，就他们那个论坛，像 FB 那种打这个数字，就有一个很大，欸，开心笑的图。嘿，哎，欸，那其实他们很猛哎，欸，他们还会去记代号，欸。我现在还是不知用脸书用久了，啊，你可以记这个就好了。哎，欸，突然找不到这个了。为什么？我要每次连送爱心干嘛？
掐门机嘞！我觉得我好想知道其他队现在在讲什么。你们这队到底怎么啦？等下巧克力说跑过来，你们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大笑拍地板哦，就即时冲那个大笑拍地板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有听到别人解释是拍地板，但是就是看那个形状，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在拍地板。就代号吧，代号，就他们的代号吧。嗯，代号的话就懂了。对啊，哇、哦，好有趣哦，网络的世界啊。对啊，表情包演变史。哎、欸，废矿哇，进去玩了，进去玩了，该玩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盾牌吗？铁镐吗？我有盾牌。好好好，而且是蛮低的废矿。我有铁镐，我有铁镐，我也有铁镐啊。我已经挖出来废矿旁边了。嗯，那我把这边的那个好熔炉收一收。好，你知道我刚刚犹豫那么久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突然忘记这东西叫什么。你冲啥啦？怎么了？蝙蝠当我挖黄金哦。这场有苹果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对，没有。你旁边还是、啊、我要拿去烧烧苹果，岩感觉很好吃。哎、欸，有人说他其实讨论我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好像对表情符号会有一些。哦，你是说他会？他好像有讲过，他会雷到是不是？有一些会雷到呀。我看他叫声喝到，把水喷到电脑上了。我真的觉得他每次很好玩，他就都会有一个、啊、开头会有一个口疾。哦，你说我吗？我就跟你说，其实我以前是个很内向，然后不会讲话的人啊，这个改不掉、啊。我是要逼他讲话。可是我觉得已经变团团的一个特色了。觉得哀伤。这样子，你又讲顺的时候，人家就觉得有点奇怪。大家好，我是团团。你要说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个啊。哎，对啦，他既说他不喜欢双等于，对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我觉得很多都是被影响起来的啊，像小雨不喜欢粉红色，一堆观众也开始不喜欢粉红色啦。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有这样哦？有啊，很多欸，他那边的观众开始有些人讨厌粉红色了欸。嘿哦，粉红色不是说杰克哦，是粉红色是个颜色哦。就是一个真的一个颜色这样。不是讨厌杰克，神秘哦。有啊，有几个就说他开始不想要粉红色之类的东西。哦，你太容易受影响了吧。欸，然后刚刚你知道吗？2333333333，有人把水喷到荧幕上。那如果我这样子呢？这个山太多了。哎，不是，我突然想到，哎，那我们跟观众说，哎，我们都好讨厌钱哦，然后他们觉得他很讨厌钱，然后就会说我不要钱，然后钱给我们这样。哇，团团哇，团团讨厌钱哦，团团讨厌钱哦。不是，团团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你的游戏名字要叫新台币之类的。像巧克力的话，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吃巧克力，就送他巧克力啦。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后然后就会收到一堆假钞，有没有？哎，对耶，因为你看嘛，我是熊猫嘛，所以一堆人都送我熊猫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都没人送我猫啊？哇，送你这么多猫，你也养不起啊！哇，对，也是哦。哎，对哦，那我以后就叫新台币团团好了。对啊，我们阿米狗改叫新台币吧。欢迎收看《收山新台币》。小林哦，我觉得真的服务。他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500元。”表情符号啊！大家好，我是1000块。大家好，我是很稀有的2000块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很稀有的是200块。对，因为2000块很多找的时候真的还是比较方便。对，就是对。好，哎，等一下上面有怪啊。哦哦，等等等等，挖了天花板一个洞。这里好多岩浆哦，这里有怪啊，好恐怖哦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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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已经在探废矿嘞。哇！哦，好，我要进去玩了。哇哇，安全区内。哎，等下旁边有人，红队。旁边有红队，哎，对，蓝队蓝队，哎，蓝队吧，蓝队啦，红队吓到。红队自己人不对，蓝队。红队也太近了吧，超近。蓝队在旁边嘞。哇，你们装还没好对不对？嗯。完全没好啊！我这边铁有可以先烧一些，你们先穿。
好，那你先抽啊，你先抽，啊、你说抽吗？你先抽，你先抽什么？没有了，抽再抽几抽了，该氪喽，新台币对。我不要一单吧，先来一个一单好了。不要，好贵哦，太贵了。先抽个今天运势如何？等一下，那就变占卜台了啦。哎呦喂啊！有时候来给我钱。帮你实抽，帮你测试几下今天的运势如何啊？你今天看起来小吉而已耶，要小心一点哦。对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哦。你可能之后再一百抽都不会抽到 SSR， 来换下一个，然后抖进来继续抽，直接诅咒。先帮你试抽实抽，对啊，先试抽。这样很可以呢、啊？没有啊，我在想，在想怎么办？你们现在装插哪些啊？全部？我只有帽子，我也只有帽子。我你们有要穿我穿过的裤子吗？不要，有猫的味道哦。我对猫过敏。不行，我没有特别爱猫。那你比较、哦、你喜欢兔子吗？不要，不行。对好、哦、繁星是喜欢拖着啊、欸！啊，我先都丢给你好了。不要，什么动物都可以，只是没有特别爱猫。铁定啊！等一下用这铁定做，会不会被受到诅咒啊？可以啦。你的裤子还你啦！没有，那现在是你的裤子了。不要，我要自己做一套。我自己做一套。好怕！你知道我现在画面是一直拿着裤子丢云月。走开啊！我自己做一套。哎、欸，超气耶！是你的啦，你的啦，变你的了啦，是你的啦。那、啊、我有一整套了，我有一整套了。你给团团，你给团团，我有一整套了。不用给我啊，我有一整套。哇，嫌弃了。哇、哦，好难过哦。不用难过，我的裤子被嫌弃了。你可以打这个。还有这样啊？我是可以打这个，等下我插个火吧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憋嘴哭哭。团团，你在那边吗？团、啊，我在这啊，我在这，我在跳。这是我去废矿，我要去废矿玩。嗯。可是废矿感觉跟蓝队友连在一起，应该是哦，因为他们应该也是在逛废矿。你们坐标在哪、啊嗯？我们坐标，我是在负5880。对，小雨他们有天眼兵可以看钻石。哦、嗯，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找岩浆一下？可、哦、以整个很想休息，有没有？哎、嗯欸，哦对哈、哦，有彼此发光，忘记了。嗯，我彼此发光，现在。已经发光了、啊，已经发光了啊！繁星也太远了吧？你在圈内吗？我在圈内啊，我是圈内人哦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啊？那为什么看不到看不到你啊？哎，我还蹲着虚福特，我只看到喵哈。我觉得我离蓝队也太近了吧？还好啦，你是怎么绕过去的？啊，我就乱绕绕过来的。你怎么绕过去的？好恐怖！你也可以直接挖过去啊。对，我在挖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上面全部都是表情符号。哎呀，哎呀，可以啦，是该烧一点东西。你要烧什么？我想做铁桶。我也在想要不要做铁桶。我也在想要不要多做好几个铁桶。我在想你们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为什么你跟他们在一起会迷路啊？对啊。这个是个好问题，你就丢个装备出去，看他指引你去哪个位置。可是我现在只有一条路而已、啊。他们四个聚集在一起了。哇，嗯，要魔幻舞台了。哦，你在上面、啊、魔幻舞台。等一下要拍拍碰拍了。要扑啊扑啊扑吗？扑扑扑扑扑，扑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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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会挖到谁的脚啊？不会、啊，要挖那一格哦。谁知道呢？
我灌岩浆下去哦。那我就当天眼病而已啊，是没差啦。哇，你到底怎么绕过来的？啊，厉害吧？我要去找你们。你坐标在哪里啊？-2170。2170。然后我们的高度在26。我是觉得他们是不是要去找你啊？蓝色在头上，头上。对啊，他想去找你了。他是-2710，-21，70。哦，那我直直走就到了、欸。他挖过来了。我刚好在-20、欸。啊，歪走嘞。喂，等一下，我们在被追哦。等等， oh. 没空。啊，你红，哎、欸，你们跑去哪啦？我们被拦追。对啊，我知道你被拦追啊，可是我没看到你啊。啊，原来你们跑到那边去了、哦。对啊。你在下面，我们。